2005年在游金比赛时，刘翔还不满22岁，但雅典奥运会的夺冠呢，让他成为了男子110米栏中最受关注的选手。老篮王阿兰·约翰逊第二枪抢跑被罚，比赛完全被刘翔主宰。最终他跑出了13秒06，将阿兰·约翰逊1998年创造的赛会纪录提高了0.06秒。2006年则是三雄。